放进来，盖上去锁紧。切记，其他的这个配件螺丝一定要全部锁好，确保安全，因为这个手炮机里面的压力是很大的。锁紧之后就开机操作，电源开关，再启动，加热开关。这边是这个除泡机的设定时间，这里是15分钟，15分钟后它会自动加压泄压，这样整个贴合过程就操作完成了。